战舰飞走了，飞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地球。他为什么会选择地球？难道说是为了太阳石？哦，老农爷爷，黑暗星球首领的战舰正向地球方向飞去，艾克请求追击。艾克立刻返航，通知鲍忙做好准备。是。首领二代，首领乘坐的飞船正加速向地球驶去，立刻对他们进行空中拦截，不能让他们到地球去。是。根据我的判断，黑暗星球内部发生了政变，如果你这个时候介入，很可能被政变一方所利用。可是劳农爷，这是消灭首领最佳的时机啊。你以为他们会放过他们的首领吗？从种种迹象来看，这次政变是首领二代精心策划的。从政变的手段来看，首领二代比老首领更加阴险毒辣，记住，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对手，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意，所以我才让你立即返航。现在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解开太阳神的秘密，消除周小航周围的危险，更加有力地打击黑暗星球的活动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老同爷，还是您考虑的周全。明白就好。现在我们需要制定一套新的行动方案，必要的时候我也会派你到地球上去的。我明白了。首领二代，
我们派去执行拦截任务的飞船被击毁了。首领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地球了。二代，您看我们是不是再派一艘飞船去？不用了，由他们去吧。那我们？你立刻返回地球，去把太阳石给我抢回来。可是太阳石的能量变幻莫测，我怕不好下手。那你就把太阳石和周小航一起给我抢回来。是。你要特别注意那个棒棒，不要让它坏了我们的事。你放心，棒棒还不是我的对手。首领，我们的燃料已经耗尽了，立刻准备逃生设备。但是我们只有两套装备。两套设备足以。那其他人怎么办？其他人叫他们听天由命吧。是。不许笑。是，不笑。首领，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怎么办啊？我们还有智慧，只要我们还能够思考，我们就还有希望。可是我们的战舰都已经毁了，我们怎么返回我们的星球？为什么一定要回去？我黑暗星球的首领，我在哪里，哪里就会变成征服宇宙的根据地。您要在这里建根据地？对，我要在这里建我们的工厂，我要把这里建成摧毁首领二代和老顽童的基地。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建根据地？有你，你只要服从我的命令，按照我的吩咐去做，等我们反击成功，我就把你提为首领二代。谢谢首领栽培。不过现在我们要找一些好衣服来，要装扮成地球人的样子。是，我现在就去找。好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可是首领啊，去哪里找衣服？哎，你当然去找有衣服的地方了。首领英明。嗯。根据市民反映，今天早上7点钟左右，我市西部山区发生了剧烈的爆炸，爆炸声音非常大，不少市民都听到了声音，并且呢，还有许多建筑物的玻璃也被爆炸声震碎。爆炸的原因还尚不清楚，不过针对此事，我们会进行跟踪报道。那么厉害！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午间新闻。肯定是崩山炸石头吧？老爷子，您这都老黄历了，现在政府啊，早就禁止崩山炸石头了。要我说，没准是一种伟大的科学实验。还不是说是什么秘密行动呢？嘘，没准是国家机密呢。哎，小航，你和诸葛老师约的几点呢？3点，在叶秋子家，叶秋子的爸爸也参加。你们有什么活动啊？我们要听诸葛老师讲罗兰的故事。我也去听听呗。不行，这是我们小组的活动，非小组人员不能参加。那叶秋子的爸爸为什么能参加？他是特邀嘉宾。人家是教授，
脚瘦还脚瘦呢，你看看我脚也不胖，闻闻。呀，臭死了！不管，我要去啊！不行，不行也得行，咱走着瞧。008号，008号，报告首领二代，我已经回到地球。根据我们的监测，首领已经到达地球。啊？他在什么地方？他一到地球，我们就失去了跟踪目标。你要多加小心，他肯定会去你所在的那个城市。是。属下明白。你必须紧紧盯住周小航，记住，你又多了一个更可怕的对手。我想首领的行动不会那么迅速。快点，再晚就迟到了。别动，叔叔好像在跟踪我们。哪儿呢？没人啊！别回头看，他躲起来了。他跟着我们干什么呀？那还用说？对太阳石情有独钟呗。哼，还惦记着太阳石呢。哎，走走！哎，走走走走走！往里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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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看，小偷啊！哎，奇怪，他怎么跑那么快啊？哎呀，别看了，我们快走吧。你说，让那个人参加奥运会，得了金牌，为国争光。哎呀，你想什么呢？走了。站住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跑这么快？跑这么快？来，找找。哎，那个人，快快快！哎，快看。哎，你干嘛来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说你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家伙躲在这儿鬼鬼祟祟的，一看就不像好人啊！说不定跟他们同伙呢。你坐在这儿干什么？谁说鬼鬼祟祟不像好人？我在这儿怎么了？碍你们什么事儿？哎，先生，我们这刚发生一起抢劫案，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。你是头吧？行，挺会说话的，但我今天帮不了你。改天我有时间来找你们吧。哎，等等，先生，不会太耽误你的时间的。这样吧，我工作特别忙，一会儿你们派专车送到目的地吧。行行，这边是吧？啊，对。那有饮料吧？哈。He's not so good in the crowd, but when you get这里还有。刚才他着急，没有仔细看。别紧张。地球人发现不了我们，他们的子弹根本打不住我们。我们在地球上那可以说是100%的超人。那我再去一次。哎，等会儿，咱们先把衣服换上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是吗？好吧，既然人到齐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开始吧。那我们先请叶教授给我们讲讲。哦，朱老师，还是您先说吧。哎呀，不是，您是教授啊，您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您先说。哟，不敢不敢，叶教授，还是您来。你先讲吧。哎呀，您来，您来，您来。别争了啊！你们不讲，我讲。你，我怎么了？这又不是平先进。你们谦虚什么呀？好，行啊。首领，
别管他们，说什么都别理他。是。哟，外星人？不是外星人，人家拍电影呢。正常人有穿这样的吗？这年头拍电影的比看电影的多，有俩钱都拍电影，50万都叫大片儿。拍电影要摄像机了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种场面一般都是都拍的啊，不然的话没有真实性，而且这样群众演员都省了。先生，你随便看看，喜欢的话可以试一试。都要，都要，这要很多钱的。你把衣服给人家，人这是拍电影呢。哦，明白明白。拍电影辛苦吧。今天呢，我们能读懂这本《楼兰纪略》，还是要感谢叶教授的。如果没有叶教授的翻译，我想这本《楼兰纪略》也只不过是一些神秘的符号罢了。哪里哪里，我没有做什么。诸葛老师，快转入正题吧。那好，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这本书里的一些传奇故事吧。就是他们一伙的。你这不冤枉人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。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你跟我说他们是拍电影的。哎，正常人有穿着那样的吗？不是拍电影，是干什么的？少废话，把衣服钱给我。是他们买的衣服，凭什么我付钱？你对我说他们要的话就给，他们是拍电影的，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是我说的，怎么了？说这话就得给钱。不是，你还讲不讲道理？我不给怎么了？你叫他们还想打人啊？好了，别说了，给我去办公室去一趟。去就去，又不是没见过这种阵势。首领，您真行，什么劲儿都没费就弄这么一大堆衣服。你跟着我呀，可以学到很多的本领。首领，别的爱好我没有，就是爱学习。哎，我说，你以后不要叫我首领了。那我叫您什么呀？经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在地球上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当经理。那您叫我什么呀？我叫你秘书。秘书？秘书是什么东西？这个秘书就是……哎，我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是不问了。哎，首领，哎，不对，经理，我们现在该去哪儿啊？现在最主要的是，我们要想办法搞点钱，因为在地球上无论做什么都是要花钱的。是，经理。秘书，走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在著名的古丝绸之路上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国家，它叫做……楼兰，你别说，听诸葛老师说。楼兰的技术呢，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面。《史记》，我知道，史家之绝唱，五韵之离骚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看。在东汉的时候，班超曾经到过楼兰，可是到了三国时期，楼兰就归属了魏国。魏国。是不是曹操那个魏国呀？这个我也知道，但是在《易中天品三国》里面没提过这一段。我又忘了。好了吧，都不说了。在公元前77年，
楼兰被改为鄯善，鄯善王在西晋的时候被封为归义侯。当时的楼兰呢，是土地肥沃，是牛羊成群，在丝绸之路上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。可是到了公元五世纪之后，正规的一些文献记载上就没有楼兰的记录了，当时繁华一世的楼兰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哎，经理，咱们到哪儿找钱去啊？哎呀，地球上挣钱的地方很多，比方说你可以靠你自己的知识换取财富，你也可以出卖劳动力去获得报酬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可以权谋私获取暴利呀。哎，经理，有没有什么都不干就能挣到很多钱的办法？什么都不干？哎呦，跟我走。到了唐代，唐代的皇帝曾经派遣过一支大军到罗布泊去寻找过楼兰古国，可是呢他们什么都没找到，所以啊，楼兰古国只能存在于边塞诗人的想象之中了。这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呐。呀嘿，你真厉害，比王世通还王世通呢。说许诚实呢，提我干嘛？别吵了，听诸葛老师说。诸葛老师，楼兰纪略这本书是什么时候的故事啊？这书里没有明确的时间线索，不过我和叶教授推断这些故事应该发生在楼兰古国消失之前，因为这些书上描述的情节和楼兰消失好像有一些关联。这本书记载了楼兰消失的原因？这个故事啊，只能当传说去听，它本身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。对，就像叶教授说的，这里的故事都比较离奇，有一些问题我们到今天也没办法解释。对，诸葛老师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讲故事啊？我们都等半天了。就是啊，你赶紧讲吧，差不多等不及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书归正传了啊。好，哎，经理，你到底要带我到哪儿去啊？哎呀，这马上就到了。这里这么多人，万一地球人把我们的真身份给发现了怎么办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们黑暗星球制造机器人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了，如果说没有专业的仪器，他们是看不出来我们的。哦，哎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哎，你看。他们为什么给他钱啊？哎，他是乞丐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呀，就是不用干活可以挣到钱的好办法。这个办法好，我想当乞丐。啊？你想当乞丐？哎，你愿当就当一回吧。啊，我到别的地方去找钱，我一会儿回来再找你。啊，啊，你去吧。在很久很久以前呀、哎，怎么又是很久很久以前？这书里写的故事不都是这么样的吗？没错啊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阿拉伯故事，故事的发生就是这样说起的嘛。诸葛老师，您怎么不说了？爸爸，爸爸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急？艾克说，黑暗星球首领的战舰在我们这座城市附近坠毁了。首领来地球了？艾克要我们提高警惕。太好了。好什么好？首领一来，周小航的处境更危险了。首领一来地球，根本就是自投罗网吧？什么意思？我棒棒立功的时候到了。啊？你又要立功啦？没错，我要抓住首领，为快乐星球立一大功。干什么？
又是你，要钱是吧？我还不知跟谁要钱，松手！我告诉你，我有急事啊！你再不松手，我就报警了。松手！不松是吧？喂，你好，110吗？在很久很久以前呀，有一个放牛的老汉，他和他的孙子呢相依为命。有一天，爷爷，你看，咱们的牧场这么这么大，还有这么这么多的草，多美呀！是啊，这塔里木，哪里绿也不错。爷爷，等我长大了，也给国王放牛，把牛喂得像骆驼那么大。哈哈，好啊，把牛放好了，国王肯定会奖赏你。爷爷，你看。什么呀？那边有亮光。爷爷，这是什么？太神奇了，一定是个宝物，把它献给国王，国王一定会奖赏我们很多很多的财宝，我们一辈子也用不完，我们一起进宫献宝。好。那个宝贝是太阳石吗？后来那个老爷爷得到奖赏了吗？你们都别说话了，听诸葛老师继续讲。丞相请。启禀大王，丞相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这个国师整天夸夸其谈，没有显露一星半点法术，说不定是个假冒伪劣产品。言之有理，我给他开那么高的工资，如果他真是个酒囊饭袋，传出去大家都要笑话本王呀。大王，微臣有个法子，可以试一试他是真是假。哦，有好办法，赶快说呀。如果真的有用，我给你发奖金。他说他会飞天，我们就挑个日子，让他给文武大臣们当众表演一次飞天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奖文银100两。谢大王。最近我的手头比较紧，这100两先欠着，等以后。启禀大王，殿外有一老汉前来献宝。献宝？好，快让他进来。是。哎，诸葛老师，楼兰人说话怎么跟我们一个味儿啊？哎呀，那是肯定的嘛，我给你们翻译过来了。如果我满嘴古文的话，你们也听不明白吗？不仅仅是翻译，还有虚构吧？哎，这不也是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吗？你们看过品三国吗？人家里头怎么写的？是你报的警？是我报的警，请唐荣任您看，他抓着我不松手，跟我要钱，就这身打扮出了要饭，您上网查查，没准是通缉犯呢。什么地方人？黑暗星球。啊，警察同志，这嫌疑犯跑了。走吧走吧，你跟精神病较什么真啊？哎，不是，您别走啊，我招谁惹谁，这还没人管了。哎，我刚才讲哪了？献宝。对，献宝。一个军士把老汉带进了大殿，老汉把那块石头拿出来了。师父，什么事儿？慌慌张张，没有看到我的练功吗？有个老汉向大王献宝，被大王斩首示众。大王还说，以后再有人敢欺骗大王，格杀无论。快，把值钱的东西收拾收拾，今天晚上就溜。明白了。这个老爷爷死得真冤枉。诸葛老师，
那个滥竽充数的国师跑了没有啊？国师，那个国师嘛，哎，我先喝口水。师傅，我渴。你的事儿真多，去喝水去吧。磨磨蹭蹭。师傅，你看。你下去把它捞上来。我？不是你，还得是我呀！哎呀！这是什么石头？这就是在我们魔法界流传了很久的圣物——太阳石。啊？太阳石？对呀，有了太阳石，我们从此就衣食无忧了。太好了，师傅，太阳石怎么用呀？这个嘛，不知道。听说国师这几天一直闭门不出，他在搞什么名堂？微臣也不清楚，据说他在修炼一种法术。法术？寡人就喜欢法术，走，看看去。是。师傅，该吃饭了。不吃不吃，我不吃。哎，我刚才说什么了？不吃不吃，我不吃。哈哈，我成功了。不吃不吃，我不吃。你回来，下来，你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。师傅，让他先在上面待着，你先吃饭。我不吃，别跑，我吃饭。我吃饭。不吃不吃，我不吃。我吃饭。我今天太聪明了，我太聪明了。大王到。快快把太阳石藏起来。明白了。不吃不吃，我不吃。太有意思了。诸葛老师，您刚才说太阳石能听懂人类的语言？这个书上是这么写的啊，我也跟你们都说过了，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。后来呢？后来呢，这个国师为了证明自己的法力无边，要给国王表演飞天。飞天？对，飞天。师傅，咱们逃跑吧。跑？为什么要跑？刚才你敢跟大王夸下海口，还要表演什么飞天？我跟了你这么多年还不知道，你哪会什么飞天呀？让大王发现你在骗他，让我们升天还差不多。原来我是不会，现在有了太阳石，飞天小菜一碟。还是师傅高明，没这两下子能当你师傅。飞天成果展示会现在开始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的国师就要出场了，今天他将在这里为我们表演飞天。飞天多么神奇，多么令人向往啊。哇，你看他是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英俊潇洒，一朵梨花压海棠，帅呆了，酷毙了，没治了。哎，他在干什么？哦，是在做升天，不不不，是在做飞天前的准备。各位观众，赶快拿出你们手中的画笔，留下这千载难逢的精美画面吧。看，他的身体升起来，哇，他的身体越升越高。国师的法术如此强大，寡人差点冤枉国师。怎么回事？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是块石头。解说到此结束，观众朋友们再见。你说的都是实话吗？小人怎敢欺骗大王？如此说来，太阳石确是不祥之物。来人，在，把太阳石拿到城外，挖个坑给他埋了。大王，还有我呢，差点把你给忘了，把他一起埋了。是啊，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就讲完了。
谢谢谢谢。这是叶教授家吧？叶叔叔找你的。是。你好，我是小航小路的叔叔。哦，来来来，请吧。同学们好啊。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听你们讨论楼兰的事儿吗？啊，慕名而来，慕名而来。我看你是跟踪我们来的吧？哎，不会，哪能是跟踪呢？啊，叔叔不是那种人。叔叔，走。去哪儿啊？回家呀。怎么刚来就回家呀？叔叔，我们今天的活动啊到此结束，再见。嘿嘿嘿。再见。再见。小航，把你们诸葛老师讲的故事再给叔叔讲一遍。我为什么要讲给你听啊？我你叔啊，你爸不在家，你跟谁最亲？我妈妈。那除他以外呢？爷爷。还有呢？还有我妹妹。除你妈、你爷、你妹之外呢？嗯。还有。啊？想起来了。哦，想起来了。这不就对了吗？小姨。我知道了，还好咱家没养狗。谁最亲那个臭小子？哎呀，谁最亲？谁最亲？经理，有钱真好，想玩什么玩什么。我们不是来地球旅游的。对，差点忘了，咱们是丧家之犬落荒而逃。你不会用词儿，你不要瞎用好不好？是你让我多学习人类的词汇，那我也没有让你乱形容啊。记住了，我们是战略转移，卧薪尝胆，以图东山再起。不明白。笨。我现在要告诉你我们下一步的计划。下一步我们要挣更多的钱，住更好的房子。呸。我们要尽快拿到太阳石。008号，这次我招你回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根据可靠情报，首领已经潜伏在周小航所在的城市，随时准备夺取太阳石，企图重返黑暗星球。他在什么位置？具体位置还不太清楚，不过只要你紧紧盯住周小航，就一定能够找到他。明白。你要注意，一定不能让首领拿到太阳石，不然我们就很危险了。您放心吧，我008出马不会有差错的。是吗？起码这一次不会有差错。让我再想想。我们诸葛老师说这是个传奇故事。不对，事出有因，无风不起浪，很多民间传说中都有它真实的成分。你说历史上真有那个笨蛋国师啊？这我就不知道，不过通过这个故事我可以确认以下几点。一，太阳石曾经在楼兰出现过。二，当时的人已经发现太阳石的神奇之处。第三，太阳石被埋在楼兰城外，是关于太阳石的最后记载。我们了解这么多，对我们研究太阳石有什么帮助？现在我们假设，太阳石是宇宙中某个先进的星球发射的探测器。探测器？对，从我们经历的一系列事件，我们还可以推测，
太阳石有很大的能量。对，太阳石有时候的能量的确很大。从关于博士飞剑的记载，我们还可以推断，某种声音频率也许是太阳石启动的密码。是呀，我每次使用太阳石的时候就是随便说一些词语，比如说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呀，有用。不过有时候说什么也没有用啊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让我想想。哎，对了，太阳石有时候还能飞起来呢，不过有时候就不行了。让我再想想。那你慢慢想吧，我先回家了。小航，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黑暗星球的首领已经来到地球，也许现在就在我们身边，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摇着月亮船，驶向远方。